认真攻略，从不漏漏拳话什么，我都从天下第一。大家好，我是琉璃啊。27赛季呢，猎魔人即将获得一个神人特效，让我们的扫射可以带出其他的真人消耗技能。之前呢，我们已经玩过扫射三刀了，今天就让我们来玩玩 PTR 里的扫射多重。哎，阳攻就是要猎魔人带才对位嘛，你们说是吧，无疑粉魔法师。不过呢，由于不解套本身的限制，咱们的大秘境只能打100层或者以下的一分钟速刷，所以这次的演示就打小秘境吧。全程洗满球石加贪婪戒指就可以全程不漏球了。总之呢，装备是这样配的。技能是这样配的。实战方面就是进图打一下多重，然后开启冰吞的红扫射往前走就 OK 了。这个玩法相比冰吞而言，优势在于怪杀的特别特别干净，干净到火多重的导弹都没空打怪，搞得我只能带物理多重了。劣势呢，就是没有冰吞跑得快。那么你觉得这套火多重能打过冰吞吗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演示的全部内容了。下期的事情你想看啥玩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在直播间现场回答。我是琉璃，想看见更多好玩的暗黑视频，就点个关注再走吧。